电视台综艺频道元旦特别节目《山水中国美》，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云南省的弥勒市向您发出新年的祝福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磊。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李思思，向您问好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马月。大家好，我是龚岩，在这里我们一起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新年快乐。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带